机会你不上，那不太可能的。结束了，冲向终点线，堂主拿下了第一回合的领奖台。观察后视镜，看看那个油有没有洒出来。后来一看啊，没事，我就接着跑。我靠，吓我一跳，真的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别把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堂主。2022，我是车手第四站厦门站大复盘。刚才的视频是剪辑要求我加的，这个非常的煽情。我看了效果也挺好，我也挺喜欢。他说加了点击率会暴涨，那会不会暴涨？那到时候再看吧。这一站比较简单，就是赛前其实还挺有压力的，因为这个赛道一圈都没跑过。然后这次去的人虽然少，但是跑得快的那些人，除了教主之外，其他基本个个都到了。瑞克和高翔是本地车手，杨晨顺一直比较快，杨曼曼跟战官也挺快的，最快的是瑞叔。瑞叔在厦门赛道有专门的训练营，天天在那儿培训学生。所以那个赛道我觉得真的他闭着眼睛都能跑，甚至我觉得毫不夸张的说，那个赛道基本上每个弯道有几颗石子儿，瑞叔可能都知道。所以这站其实心理压力挺大的，但是架不住咱运气好，再加上能把握住机会，最后不但进了 Q3， 还拿了排位赛的全场第二。咱老邹就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，所以这场就是卯足了劲，一定要奔着第一去冲。那至于最后到底拿了第几名呢？接下来就看我的详细的车载复盘视频吧。好，接下来看看我的厦门站车载。起步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慢，但瑞叔拖着100公斤配重发车居然没落后我，并且很快就封住了我的线路。他的起步一定有什么独特的奇迹引擎，我如果再跟他死拼内线没有任何意义，所以我很迅速的拉到外线，想跟瑞叔并排。但瑞叔刹车非常早，出弯不多不少，正好又卡在了我的身前，让我非常难受。我知道想超掉瑞叔这样的老江湖呢，如果不想点办法，光是等着他失误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到了七号弯前，我非常坚决的把车摆进内线，想要做出一副插内线的架势。瑞叔立马进内线封我的线路，所以我立马又拉到了外线。我的目的其实很明确，就是要把他骗进内线，拖慢他的节奏。其实就相当于我很卑鄙的利用了瑞叔挂着100公斤配重这个缺点，要么我进内线他不防，我就晚刹车卡他位置，要么他进内线出弯速度就一定会受到影响。所以等于我给瑞叔递了两杯毒药，他必须从中间选一杯。接下来的12号弯，我早早就把车头摆正了。其实这个弯我真的没想进攻的，但瑞叔距离我非常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走防守线，他但凡走一下防守线我肯定超不过去。然后我一看，瑞叔你这也太看不起人了，一个晚刹车加变线瞬间就偷袭成功了。瑞叔其实可以使坏关我门的，但他并没有这么做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瑞叔对我这样一个小年轻的宽容。之后我就一路领跑了六圈，拉出了非常长的距离，直到安全车出来后才打破了这个局面。重新发车阶段，我犯了个很致命的错误，我把速度压得实在是太低了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双排起步压车，真的是缺乏经验。我不由得想起了汉密尔顿每次压车都快把车压停了，所以我也照猫画虎，谁知道变成
着灯饰笑屏啊。我起步的速度其实并不慢，但我的关注点全在左边的瑞树身上。高翔进我内线我是看到了的，但我如果去挡高翔，瑞树就过去了，我去挡瑞树，高翔就过去了。思来想去还是挡住瑞树比较有牌面，所以高翔就过去了。但是没想到的是杨晨顺也过去了，这就没办法，我这纯纯就属于两杯毒药我也必须选一杯的剧情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发生在我身上。不过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，因为赛车这事儿也跟买二车一样，你不能什么都想要，你在场上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，你必须有所取舍，否则你有可能会失去更多。就像我被高翔跟杨志顺超了之后，本来杨志顺挂着80公斤配重，我是很有希望能去追追他的，但万万没想到杨硕居然一下就到我身后了，而且攻势极猛，我当时就权衡了一下利弊，就果断选择放弃追击杨志顺，专心一意的防守杨硕，要不然我可能连颁奖台都没了。下半场我一直都在死死的卡杨硕，到了最后一圈最后两弯的时候，杨晨顺也开始走防守线防我了，这时候我既要进攻又要防守，前面还被杨晨顺卡了速度，说实话压力真的挺大的。杨硕在我身后也是一直做各种假动作骗我，还好最后我也算是扛住了压力，我们仨几乎是前后脚冲线了，就非常的惊心动魄。一脚刹车没刹住，最好的机会没了，妈的。当时比赛结束，我还跟队友美丽彪感叹了几句，虽然最后拿下了领奖台，但我内心仍然是略微带了那么一点点遗憾的，毕竟玩赛车谁不想拿第一呢，对吧？所以这也间接改变了我第二场的跑法，我决定放手一搏。红灯熄灭之后，我的起步非常非常快，很快就超过了杨晨顺，然后跟 Rico 都并排了，一看内线都快堵成高峰期的二环主路了，我立马拉到外线走车少的地方，在很靠后的位置发车我是有很丰富的经验的，千万不要陷在车阵里，要不然既跑不出速度又容易碰到事故。右前方是飘哥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刹车巨早，我是故意用前杠连续顶了两下飘哥，一是给他上点压力，另外一点也是撵着他赶紧往前冲。车阵里千万不要害怕事故，越怕越会撞。前面七号弯飘哥推头走大了，高翔眼疾手快跟着就进去了，我也肯定不会客气，也是直接就插进去了，连后面的镇上官都看出来了这是个大机会，也跟着插了进来，但是我最惨，被他俩夹成夹心饼干了，然后我的车就拐不了弯了。当时打工人解说的时候说我是推头推出去了，但你看速度表就能看出来，这才70多的速度，这推的哪门子头啊，实际上是当时根本就拐不了弯了。你要问我后悔不后悔那个插内线的举动，我完全不后悔，而且我觉得我下半场甚至开得比上半场还要更好，但是这就是比赛，比赛就是会充满各种不确定性跟意外，但你不能因为害怕事故就不敢去进攻啊，对吧？我知道我的比赛肯定是没了，但我还想混点积分，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车都放走之后呢，慢慢悠悠的进了 P 房。但是进了 P 房之后，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，技师们以为我只是前杠碎了，手忙脚乱的给我碎掉的前杠缠上各种大力胶，而拐不了弯的这个事儿根本就没给我修。另外我后视镜也歪了，我也一直在喊他们，但可能是当时的赛场实在是太吵了，他们完全就没听见。镜片，镜片，嘿，嘿，嘿。嘿，镜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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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妈的！我以为技师给我修好了方向，只是没调镜片，所以我才出去的，但万万没想到他们压根儿连方向都没给我修，但我也没法再接着进去了，我就这样一直开着一台拐不了弯，然后连车外后视镜都没有的车在场上盲开，我只能依靠车内后视镜来观察后方到底有没有快车经过。我不想因为我的任何举动影响到场上任何人的公平竞争，所以好几次让车我都让到草地里去了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我后视镜都没有，我只能这么干啊。然而悲惨的是，终于熬到了冲线阶段，我却因为被套了三圈，我的比赛圈数不足70%，连混积分的想法都落空了。
了，等于车坏了之后我在场上苦苦坚持，完全就是白白浪费时间。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，最惨的是比赛结束之后，技师们告诉我说，当时我车之所以拐不了弯，只是因为有个碎片卡住了，取掉就可以正常开，完全不影响。我当时真的是哭了。不过我也确实佩服迈锐宝 XL 这车，被两台车夹杀在中间，当时我甚至方向盘都是歪的，甚至都可以正常开，摆臂都没断。这车的零件是真他妈太硬了，雪佛兰不愧是百年造车品牌，用料的厚实程度真的让人叹为观止，不服不行。哎，看完了我自己对自己的复盘，我自己看了都非常的唏嘘，非常的感慨。上半场呢，我的想法就很简单，因为在厦门我有一定的这个圈速的优势，跟前面的瑞叔差的也不多，然后瑞叔又正好挂着100公斤的配重，我可以好好的利用他这个弱点，好好的去发挥一下，所以我觉得我是离冠军还比较近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就一脚之差，然后就把冠军给弄丢了。虽然最后因为高翔被罚，然后我拿了个第二，这是我目前拿到的这个本季我是车手最好的名次，但是我其实依然不是那么的高兴，所以我下半场呢就更卯足了劲往前冲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遭遇了事故，这都是场上的意外。我后来无数次在想，如果没有那一次碰撞，当时我从第九出发，应该至少能拿回来一个领奖台。但是赛车哪有什么如果，对吧？赛车嘛，撞了就是撞了，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你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你的原因、别人的原因还是意外，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你改变不了，你只能说从这个发生的事故当中你去学到一些经验教训，来帮助你日后积攒更多的经验，只能是这样。这就是赛车的魅力，也是赛车的残酷之处。所以赛车为什么那么有意思，就是你的圈速哪怕有一定的优势，只要不是绝对的优势啊，你不一定能拿冠军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 OK，以上就是本期我是车手厦门站的全部复盘内容了，我是堂主，我们下期天马站再见，拜拜。